苦逼的学生党之眼保健操。娃娃雪糕小课堂开播啦！大家伸出小手手跟我做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。哇哦，眼睛都变大了呢！学会了吗？会啦会啦！等泡芙一学就会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呀，一挤就挤出奶油了。嗯，味道不错，简单的很，不就是揉眼睛嘛？啊，辣眼睛！我忘了自己是辣条了。看样子大家都学废了，那这期就到这里啦。